20高中 PU 跑道使用迄今超过10年，表层及内侧排水沟盖出现破损凹陷，影响学生及民众运动安全。县府投注经费补助410万元，改善体育教学设施及校园教学环境。20日上午举行58周年校庆运动会暨 PU 跑道落成典礼，提供学生及社区民众舒适优质的运动休闲场所。同学施打子宫颈癌疫苗，我们前面尿液筛检，让毒品远离校园，照顾我们的健康。经过彰化县所有的校园是一个健康的、安全的校园哈。那没有安全就没有教育，这是我们对教育的理念。特别感谢县长能够帮助我们学生有一个好的、优质的 PU 跑道。那我们在 PU 跑道使用的时候，今年在中小学联运的时候，我们市一所同学在5000公尺比赛的时候破大会纪录，10000公尺得到第一名。刘子瑜同学100公尺得到第一名，蔡丽琪同学他得到100公尺跨栏第一名，代表我们二林高中获得这个 PU 跑道的时候有很好的绩效出来。魏县长也借此公开表扬二林高中校友郭少仪董事长，感谢郭董事长经营在地企业有成的同时，长期回馈乡里教育，捐赠教育经费，帮助学生们开创更宽阔的视野与未来。公益频道高伟绍二林采访报道。